먹어봐. 先把橙汁喝了。这个真的，我每天都想吃。但就这个硬硬的可以不用吃，因为我觉得不太好消化。打开，把这层膜揭掉，然后先把汤喝了。吃毛蛋不喝汤是没有灵魂的，一定要喝汤。小黄车友可以去拍一单试试。吃到渴了，好吃好吃，好吃好吃真好吃。好，这就要上线了，再给我一个双击和关注，拜拜。